来，最后一题了哈，来，我们来再翻页一下啊，都翻好了。OK， 最后一题喽，在本组里谁是最喜欢敷面膜的？谁出的题？告诉我谁出的题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亮题板。就这样，来来，我们这个题板从一开始的不知道，直接变成了一个点，就是一个有，中间还是有一个点，不是空白哦，上面有一个点。我不知道如何下。这边朱正廷，这边朱正廷，这边朱正廷仙子，朱正廷，朱正廷，全票通过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也敷嘛，敷一个。所以为什么说他是最爱敷面膜的？他的频率是怎样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还是 shape 时候，哎，知道吗？我们拍 shape 时候，然后每天晚上是敷着面膜去练舞，就是会进来一个来练舞啦，然后就是一个面膜的人进来。所以他跳的过程中，面膜是一直没有掉下去。有，就是你自己示范一下，他自己就是一扇风，就是一扇门这样子。哦，对，那一次真的特别搞笑。我们有一个动作是，我这么转身过去嘛，我这样一转身的时候，我的面膜直接这样，然后我顺势直接这样。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舞蹈动作是吧？顺势给翻回来了。OK OK， 所以说是敷着面膜去练舞，皮肤保养很重要哈，大家都多多学习，多多学习。好了，这一组的快问快答也算是完毕了哈，五道题。